莫里托左与罗夫洛右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今日 MLB 公布两联盟最佳教练奖得主，美联部分是由双城莫里托 Paul Molitor 拿下，而国联则是由响尾蛇罗夫洛 Torey Luvallo 夺得。双城今年达成联盟史上第一支从战绩100败的球队隔年却打进季后赛的纪录，莫里托在票选的年度最佳教练中拿下18张第一名的票，以112分拿下最佳教练，第二名则是印第安人法兰克纳 Terry Francona 拿下11张第一名票，以90分饮恨，第三名是本季冠军太空人教头新奇 AJ Hinch 拿下一张第一名票，总分56分。现年52岁的响尾蛇总教头罗夫洛，今年是他第一年在大联盟执教完整球季。他在去年响尾蛇战绩69胜93败时接掌兵符，带领响尾蛇今年大翻身，以93胜69败称霸国联外卡。罗夫洛在美国棒球作家协会票选中拿下18张第一名的票，以111分获选，第二名则是道奇罗伯斯 Dave Roberts 拿下5张第一名票，以55分落败，第三名则是洛基教头布雷克拿下3张第一名票，总分43分。